上。那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把你全身的力量。过去的重点，你要好像坐在椅子上，稍微微微的往下坐。那你坐的时候，你身体如果身体要跟它平衡，怎么平衡？身体要回来。
去，回来的时候下一个就可以出发了。OK， 来。
reverse 的过程一样，加重心，只是我们现在多加了。啊，转弯的时候，血喷出去，血喷出去 ，OK， 可以吗？有问题？那一样哦，站姿要保持活跃的往。先把你之前学过的 sliding turn 把它做出来，看学会不会。OK， 好，一样小心哦，血况比较乱。那下半身一样，保持弹性，去吸收地形的变化。OK， 好，来先看一次。可以了。稍微斜上方，学到两边去喷 ，OK， 不一定要喷的往上变，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至少在三点以上跟九点以上 ，OK， 好，一样，我做过去之后，一个一个出发。哎呀！还有举手，还有举手。今天雪被雨淋过，好暖哦。不要把雪喷出来。
盖跟你的整个姿势要保持。OK， 三个记得吗？那这可能需要一点点速度，需要一点点速度。那速度快就要小心一下后面来的。Okay， 因为可能有人速度比较快，出发的时候没有人，但他后面追上，注意一下。Okay， 那我前面有一个看不到路，我们稍微下一点，下一点。OK， 好。暂停，暂停。有要叫 Pocho 吗？
不就来了。靴子要倒数，慢慢倒。好，再看一次哦。这边又更窄了。比较下面的地方有骨露出来，或是有插旗子的，有插旗子的，大家注意一下。那我们下去之后，过缆车在我们刚刚那边地方直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大家小心滑，注意安全。OK， 我们上面集合。试着练习刚刚的动作。
好痛，摔一下好痛。摔一下好痛，走，辛苦了，来，希望再多下点雪，完全不是因为摔的关系，完全是因为震动，然后就，哦，二六二局，你到十一点，跟两点吗？对，它是往下。不，它是这个样子的，它是往下没错。就是说，我在十点钟进弯，对，在几点钟出弯？我在十点钟进弯嘛。是。对。嗯。这边出弯了，到这里的时候是两点钟。哦，是这样算的。是这样算的。对，它只是一个时钟告诉你，如果你在十点钟进弯，那你就该。下一个弯就是，下弯是哦，是进弯。如果是一点钟，十一点钟进弯，下一个弯就十一点钟进弯，这是 early edge， 因为原来你是九点三点，所以它是这个样子的观念，它等于是两个钟。OK， 是两个钟。对。所以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九点，这边就是所谓的三点。那等一下呢？不是等一下。滑滑滑，这个都很稳定了。我们开始介绍二类乐曲，刚开始是十点钟定的，两点钟定的。到这边可以慢慢放出去，放到这里是最多的。再慢慢收回来，换边，慢慢推出去。这个圆的 turn， 合起来的话，看看这个圆圈。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来解释，也就是 club 那个弓面分析，就是用这个来解释。那因为怕搞混，所以呢，就九点钟、三点钟、十点钟、两点钟，然后十一点钟。一点钟，了解，了解。他不是说太多，是教太多，他是教太多，内容太多，对，内容太多了。但这个一波道他已经教了六科目，已经教了五个科目，太多了。
一直滑，一直滑，一直滑。有时候他会跟你讲，哦，我做这个东西。如果你说，那给你带来时间，这个来啊，来，可以。